张智霖呢日喺工厦拍摄汽车广告。爱车之人的张智霖就说，曾经有机会买架老爷车，但就很后悔没买到啊。其实很喜欢的，不过已经去到买不起的阶段了，因为实在升值得太厉害了。讲到早前同好友郭富城庆祝生日，几位大男人的话题，我想都应该离不开车啩。有的，都喜欢车，那就这个是我们 Men's Talk 的其中一个话题啦。咁除了 Aaron 之外，其他很多朋友、都是很喜欢车。另外，讲到摩童跟学校去了北京交流，太太袁咏仪都感慨话终要放手，爸爸 Chile 就好支持，仲话仔仔影咗唔少相翻嚟添。哦，佢真系影咗好多相，同埋拍咗啲片翻嚟，咁又有万里长城啊，有故宫啊，咁有好多呢啲名胜啦，咁我觉得系要亲眼去睇嘅。咁啊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，咁你亲眼见到嘅时候，第时人哋讲你就知系点嘅一回事咯。咁所以我觉得多啲增广见闻系好嘅。